我们的生活源自大自然，洗面用的水，屋企用的电，一杯咖啡，各种文件，还有食物都是来自大自然。每个习惯都可以影响生态，改变从现在开始。每个环保习惯都可以为守护自然出一分力。3月26日晚上8:30，地球一小时，一起承诺以生活态度守护生态。